Q 不 Q 呢？再吃一波。要吃。设计。那设计都不用怕你们。我妈给你刷了，操你妈！妈，河蟹被抢了，哎，二战蓝枪，我操！搞笑啊他！节奏这么下午我操Can I be your superhero?
抢到的，嗯，可以。拿到这个龙，我也只能跟你，你的惩戒，你是个好打野，我操！现在只是没成过。哦什么东西啊，我操，不正常呀，妖精是不走了，这妖传递传递这妖精传递这妖精，我妈的妖精都是妖精，靠你妈的，老板鞋我个屌，他会保黄金，我以为他冒烟上去，他朝里蹲着。这瞎子伤害非常高，我操，一万。跳跳跳，让对面的阵容非常的垃圾。回家回家，石头人。说实话，太垃圾了，这家伙。我操，这蓝天绝对不行，狼龙有一手啊！狼龙无敌啊！我只能说，我都不一定能做到，说实话。我操，屠龙勇士，我操了。哎，人呢？进。瞎子要来，瞎子在后面，对着他后面。瞎子在身上，我操他妈！
，yes，哼，现在大孙子，我也看到他。跟人一人，刚刚跟人一人。我操！春爷们，我操！我这你怎么敢上来？我天！你跟我说他怎么还有大招？妈的！来大唐！哎呀，你他妈的！回家。下来扛了呀！我操，上面吐什么？大招真没中过，后面中。这男枪打瞎子出个水银腰带呀！我操，出个黑切不随便搞他吗？还会出装？这么脆，肉一点那不就翻身了吗？血手再触发也没用，真的。这种半路这种触发的真没什么用。
有点难。斗魂无双，那黑切够了，他一套秒不了就能打伤害，蓝枪反手一套可以把匣子秒。